OK， 陈哥进来这边有个平面告示你在哪里。那我们今天是搭的是下航在 B， 我们今天搭下航，大陆的航空公司认识几家，搭过几家。OK， 好了，整个结构就是这样。我们在 V， 去找 V。这家女中介不理我，那边办完，可能就是国内安全检查 A。国内。我们在 B， 哦，真的熟悉。这边是自己自驾车或者坐出租车到的地方。我们从市区坐过来，一个人5块钱人民币的地铁费用。B 线国内。厦门，我们在 B。在这里，这是 B 三三三四三的地方。插曲，这边托运的时候，他说我的证件号码不对，叫我到要到厦门航空这边要改一下资料，就那就 B， 我们现在就到这边。那这服务人员就基本上就这样，不要管来的时候，你现在错了就过不去，就得改，就帮我们处理，迅速处理托运。好了，我们要从 A 的检查站进去。谁吗？后面啊。对。去现场的大吧。这边。他现场是要整个丢。不丢，我不要。那回收桶那么丢了。好的。他们搭国内线，水也是不能带的。那最佳女主角喝了最后一口水。好的，我们就准备要从 A 的检查。那一样检查的地方呢，它并不能那拍摄，那我们只好就先走到这的时候告诉各位，就停一下。他们通行的话，直接拿证件，你可以拿台胞证，直接用感应的啊，对着荧幕看，那就可以进去。好，先关机一下。OK， 过了边检，现在过边检，被搜身之后就要走出来。那我们搭的是23号，走进来之后就往23号的登机门。今天搭机是搭在23号的登机门。
就说啊，那我们就往前走。它是蛮不错的，还有手推车在里面，小小的。它因为要走的距离有点远。23。在中国大陆旅游最大的差异就是，不管你是坐地铁、坐火车、动车、高铁，还有到机场，都是每个地方进出都有频繁的一个检查的感觉。检查进站要检查，出站就不用。那实际上我来这边觉得，在这边的自由度是还 OK 的，你只要不是犯法的人员呐。当然是人家是热烈的欢迎。有人说他们这边不自由，我倒是不觉得，我觉得还 OK 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不自由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出行？还有在长沙五一广场、长兴路步行街，他们到处都是那个人呐、啊，多到让你难以想象。而且我们现在来的时间点呢，并不是在他们的旅游旺季，只是淡季而已。听住宿的酒店说，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到旺季，所以说可以想象，如果到旺季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一定是人非常非常的多。这我们目前是要搭国内线，搭国内线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吃的哈。里面还有茶颜悦色，刚刚最最阿女主角跟我说，真的是无孔不入啊！我说的是无孔不入，不是说你说的，你告诉我那里有。我们23在另外一头，如果肚子饿的话，可以来这边，里面还是有吃的。还是很多人要离开之前喝他最后一杯。粉还是有粉，早上有吃的。湖南特产很多，我们带不回去，也懒得去逛。哇，23在这边这个区块，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搭的航班是在这里。不过今天搭的航班，它好像会延迟30分钟左右，所以说我们到厦门的时候要跑快一点。好的。乘坐海南航空公司 HU7789本航班前往济南的旅客，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。还没有登机的旅客，请抓紧时间。这张课本哪里摆摆得过来？把登机牌填准备好，上机以后麻烦小姐。好，谢谢。您好，谢谢。在这儿给你。您好，谢谢。您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。
登机牌，请大家提前准备好。您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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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来了。您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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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好，久等了。您好，谢谢。再见。说完了吗？您好，谢谢。好的。您好，谢谢。准备登机了。您好，谢谢。长沙，再见。哇，这边终于有空调了，刚刚在机场里面没有空调，非常的闷热。就上来了。那我坐中间，不好意思。加吗？哦，你方便吗？我们这里面。对不起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找到位置之后就坐下来。以上是我一个搭机的过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这个从长沙要回到厦门，厦门完后我们还要转机，后段的转机影片我会继续 po 上去。那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。那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